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？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开工资啊？房东又催房租了。工资还得等两天，这样吧，我先想想办法。喂，兄弟，手里有钱吗？我用点。啊，那行吧。喂，二哥，手里有钱吗？我用点。行吧，等等别人。喂，妈，你给我哥五千块钱吧，我手里应该比都挺好的。虽然他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相信，通过他努力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哎，等待的眼光还在装傻，说过的那些好听的话，全都很浮夸。老公，你怎么回事了？晚上了，媳妇儿，你在加班啊？老公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饭了。以后我有回来吗？对呀，你们努力赚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答应了你，要让你幸福，但是我没说过让你跟着我生活一辈子。爱情是非对错，又有谁能读懂？